日前，宋小宝带赵本山女儿出席活动，网友说：“妞妞这张脸简直辣眼睛。”宋小宝本名宋宝利，1981年出生，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娄街乡光明村人，中国内地男演员、喜剧表演艺术家赵本山先生的第32位徒弟，大家对他应该都不陌生。每次在春晚里恒久不变的红帽子、老头装、损色造型，正是因为如此，他让更多网友向他吐去了更多的目光。赵一涵，小名妞妞，出生于1997年2月7日，是赵本山第二任妻子马丽娟所生双胞胎中的女儿。作为新二代，她备受关注。妞妞之前圆圆的小脸和大大的眼睛可谓是眉清目秀，非常有明星范。不过现在脸部看起来给人太僵太假的视觉冲击，网友说这张脸简直辣眼睛，现在的人真不知道是整容还是在毁容。赵一涵与双胞胎哥哥的低调不同，8岁时赵一涵就首次在辽视春晚登台献艺，其后多次在地方台春晚及一些大型晚会上表演，唱歌跳舞皆是有模有样。